郭怡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画学会创会会长，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名誉主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同学们好，这个上面我们讲了草本花卉的以兰花为代表的一些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基本画法。下面我们再进行一种花，就是菖蒲花。菖蒲花也叫鸢尾。为什么我要特别演示这样一种花呢？我对它很有感情，因为我这大半辈子跟这个菖蒲花都有非常亲密的接触和不断的表现和实践。我记得小时候家里边我父亲就种这个菖蒲。菖蒲花是一种报春的花，发芽最早，刚刚开动它的芽就开始冒。所以咱们古代的文字记载里边，《吕氏春秋》里边就说，菖蒲生乃耕，菖蒲一开始发芽了就可以耕地了。所以它是报春的花，这个花非常漂亮，种类也非常多，有石菖蒲，石头边上长的，山野里长的，还有水菖蒲，水里边长的，而且是不但中国人喜欢，你查查这个古代这个从有了这个花鸟画以后，很快就出现了菖蒲花这个表现菖蒲花的。我是上大学看到的，看这一朵是什么呢？这朵是水菖蒲，但是石菖蒲家里院里的菖蒲我从小就看，但石菖蒲我没看过。这个水菖蒲没看过，是在工山公园的糖花坞里边，老师带我们去画写生的时候，哎呀，看这一只太漂亮了。我就幻想这个大片的水边上，但是后来我看到外国的一些表现的，日本的，我就画回了这个写生来，画回这个菖蒲写生来。画回来以后呢，我父亲一看，哎，很好看，他说这个菖蒲花不错，就用我父亲就用我的稿子，哎，他就很有兴趣的画了一张画，画到这个沿边、涧底、水边去、水岸边去，那么一丛，我印象也很非常深刻，所以我从那时候就迷上了菖蒲花。这张画我把它叫山泉。就画的水菖蒲，这张水菖蒲，这张是61年画的，61年画完了以后，这张画呢大家反应还不错，然后就送了北京市的第六届美展，在北京公园，在北海公园的画馆内，这张画画成了我的那个时候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山水和花鸟结合的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工笔和写意结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作品。当时还是蛮有点影响的，我那时候是二十一岁。这个展览呢，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同志看了以后感觉不错，特别是他看了我父亲的画和我的画同时在那个展览会上展出，所以他在一篇文章里边就曾经写到，国卫局郭怡宗父子两个啊同时展出，而且特别提到郭怡宗画的这张燕子花，但是这个菖蒲花、鸢尾花也叫燕子花，也叫蝴蝶花，咱们平常老百姓把它叫紫蝶。他说特别是这张燕子花生机勃勃，用了个大有出栏之慨，青出于蓝。哎呦，我当时20岁的年轻人，
北京市委书记、前线杂志的这个主编，这个给我这么高的评价，但是我也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这个花对我来说，始终我对它充满着这样一种感情，我去表现它的生命，表现它的生机，表现它的报春。所以对春子，我的展览会我用了个大好春光这个名字，对春子来说我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当你春天来的时候，桃花开了，柳叶放了，这桃红李白，然后那个你到那个滇西高原，到青藏高原，你去看看那个报春花，那开的时候，今天过去一片紫，明天过去，过两天过来以后就一片黄了，然后又一片粉了，那个报春的那种春天的那种热烈。等你去看到北京，你去看看那个玉兰开的时候，迎春开的时候，连翘开的时候，鱼儿没开的时候，那春天的那感觉，这春天是给人一种向上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去表现它，也是能够表现它的春季盎然的这样一种感情，这样一种感觉。你对带着对花的这种情感，你去表现它，你就会仔细地去认识它。这种画法是比较传统的。带有形态的笔墨的传统的一种表现方法，这个在古人里边非常多，这种画法画的也非常好。这种画法就是我自己的感受了，非常强烈的感受啊。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在阳光底下那种灿烂的，那种明媚的，那种盛放的那种感觉啊。我写了一段文字，说甲申年正月，先画有十数人，这十几个画画的朋友，由澳洲，由澳大利亚，由布里斯班到悉尼，一路艳阳高照。那个澳洲的那个阳光的感觉，确实是跟在国内不是太一样，那真是明艳啊，一路艳阳高，用那个晴光泼眼，耀眼呢，那种闪烁的那种晴光的那种感觉，色彩斑斓，植物奇特，归来写字，啊，这个写字感受略得一二，同行者见之。啊，会不会画出那种阳光感觉了？会不会画出那种晴光泼眼的那种感觉了？这是。我就是脱离了本身的这个鸢尾花的，借助它的形而去表达我的意，把这个意能够深刻的去表达出来。但是鸢尾花画法很多，这种画法我就用了勾填的办法，而且是用了金银箔，很装饰味的，很装饰味的。这个韦星光临那张画也是装饰味，但是它的那个日本味比较强。但是我这个东西还是借用了勾线，粗笔勾线，然后勾填的一种办法。我为什么采用经常喜欢勾完了线，而且比较粗的线去勾填的办法，喜欢这种方法，跟我受壁画的影响有关系，跟我在研究中国绘画史的时候，花鸟画最先出现的时候是比较粗笔的勾线，然后填色，而不是晕染，而不是点染还是后来的。所以我从对传统的画法的原始的追求，到壁画的一种大气，然后我是比较喜欢于这种方法。看起来单线平涂是比较简单，实际上它里边的美还是很多很多。这也是一种画法，完全渗画，用了一个月华，就是月光底下我的感受，没形的，又有形又没形的，实际上具体那些东西我都把它变成一种渗画了，去表现一种意境。是不然的话，我画出花来，每一张画都一样，每一张画都是花心啊、花瓣啊、花这个主瓣啊、翻瓣啊，然后具体怎么着的，没多大意思，
所以尽量还是要抓住一定的意境来画。这又是一种菖蒲，这是我在热带雨林里边发现，密林里边一种特别小的花，并不大，这个花并不大，但是非常漂亮。它这个花心那种那种紫褶，然后这个蓝颜色带有装饰性的非常强的这种蓝颜色和白的那个花瓣，很不起眼的。如果你不低头，不是去寻找的话，你是在密林里你找不到的。但是我把它发现了，放大以后，哎，我感觉不比那个差。它真有它自己的结构的美，自有它自己的色彩的美，只有它大小对比的那种变化的美，而且有它在原始森林里边生态的那种形态的美，所以把这个东西抓住。那虽然是那么点的小花，我把它放大一张很大的花，这也是那种花，另外一种花粉来画的。这几个色彩的关系是很奇特的，色彩并不是那么简单，红黄蓝白黑，色彩的比较，色彩的互相之间的关系，色彩之间互相的搭配，它能出无限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如何把色彩的关系给它搭配好，把线面给它找好。演示以前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菖蒲花的结构，基本上它是六瓣，仨大仨小，还有三个非常漂亮的蕊在里边。这个一般的花型但是变化也很多，但是一般的它有一个瓣儿是上扬的，这有花丝，这个瓣儿仨瓣拢着的，刚开的时候拢得非常好看，这又拢上去了，扣上去了，你看看它这个关系，结构关系一定要找好，哇，拢成一个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小碗儿。后边这一半也拢过来了，抱起来了，抱得很有姿态，哪个跟哪个去呼应，哪个尖跟哪个尖去搭接，它怎么扣在一块的那个关系，那是它的美。这个弯怎么弯出来，弯出来以后这个边缘线还是边缘线，还是切线，还是转折线，你就把它找好。然后它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蕊长在这儿，长在那个下一半的那个翻出来三个，对面那个看不见，我就不画了。这是它的特点。然后下边这个瓣儿是跟它这个蕊是一致的，垂下来了，像个小钟似的卡下来仨瓣儿，你看我该狠的时候就非常狠，该松的时候非常松，然后用这个它的花丝进一步帮助了它的势。这个啪往外又挑一下，这是它的尖，把尖找好，挑出来了，有一点翻瓣儿，翻过去，花丝那个瓣儿就在后边了，
翻过去了，翻过去了，然后下边他的这个裤这个裤怎么兜着劲儿来长，然后这个梗这个包叶狠着呢，这个硬的我是跟这个有点区别，用笔然后到这儿它长了这个包叶以后，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一个弯儿开始管了，甚至这儿还有一个包叶儿，这个包叶儿出来以后，这杆儿又往这么来了，因为它就是生长的一个力度，它往这边长，它必须往这么挤。这个花型你得非常熟悉，莫急于心，它的骨朵然后结构似圆不圆，有直有方，是吧？有正弧有反弧，然后它那个花丝漂亮极了。这是那个包，它很美的，本身那个线条组织就很美，它花型就很美。然后这个下来，这个叶儿新生的叶儿是紧靠着它的，新生的这个叶儿是紧，所以这种美感，它形本身的美感。它的动势，它的结构的美感，它的基本结构的形了熟于心，就是完全在心里边的，到时候画的时候别想了，用不着想了。所以画写意的时候你现去想形没有这个可能，就是那画出来准不是写意。那这打乒乓球谁打的时候，我想这个是直板，那个得横板，这个得推，那个得挡，完全是自觉，就是一种感觉来的。到这你把它都熟于心了以后，你再去想，我还去想着形呢，你怎么画写意？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了熟于心，然后对它的生长，就像我们研究水仙一样，从它的生到死，从生画到死，从头画到脚，从左画到右，从上看到下，然后都把它熟了，脾气秉性全都熟了，形状弄熟了，你这支笔才能把玩。当你这笔到了把玩的时候，你的兴趣才能够真正投入到这个笔尖上。先画块石头吧，藤木花画家里普通的长的这个，十分三面，数分四齐，有棱有角，用笔皴擦结合，反正石头要单练，因为石头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我希望同学们把石头作为一个单独的科目，你去练它一大段时间。
先把花的位置找着，花心的位置给找着。聚聚散散，它的黄菖蒲也有啊，也可以画黄的，但是我今天还是把它画紫的。但是它这个黄心儿，实际上是它的蕊。上面那仨瓣儿，下边这个，这又开开点儿的。找色彩的变化，找形态的变化。叠上一点没关系，深化了。既要分出瓣来，又别分出瓣来，一个一个瓣都每个瓣都特清楚的话，这个花就简单了。我这是画的一丛，要每个瓣都特清楚的话，就是仨花四个花，这就每个人画法不一样，想法也不太一样，画出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我是感觉啊，这一片你就别仔细分出瓣来，但是它必须要有瓣。该提的颜色，该呛的颜色，这时候根据需要你去找去。还没有，我四处找着画，不是一个一个画完了，一个一个画完了容易整体上容易碎，容易就是一朵一朵的孤立。我再去找哪儿需要深，哪儿需要浅，哪儿需要复杂一点，哪儿需要这个孤独。还可以画个孤独，这个菖蒲花的这个花丝啊很重要。
这一遍是非常重要的一遍。用它干什么呢？用它找这个花瓣的这个废物，花瓣的结构。这个花丝勾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它渗化，渗化开跟这个花瓣揉在一起，有时候需要用非常浓重的、很重的颜色、很干的笔来去画。所以这边呢，是我画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遍，而且是你要非常熟悉它的结构，然后帮着你点染的不足。这个黄上边我拿这个深颜色的紫给它过渡一下，这个是把这个花瓣给勾出来了。点的时候很生动，但是这时候呢，你又解决它的具体，你根据你点的情况来去找它的花瓣了。它有的这个黄蕊就变成瓣了，这个你多观察以后，你会体会到 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这些地方哪儿勾哪儿不勾，我有时候勾到边儿，有时候需要勾到边，有时候就勾一块儿，就根据在画里边它的位置、它的作用来定的。你像这个我勾了没用了，你直接勾到这儿，把这儿勾了。这个花的结构通过你勾花丝来找着它的花瓣的结构更明确，或者更肯定，或者给纠正了原来点的不对，点的不是那么很具体，这样就把它变得很具体，把它变得很准。你看这个，这个花丝就要非常熟悉它是怎么长的。这两块结构，这个小包这块小包都把它圆起来。就是很干的笔在蹭了。这跟这儿就不一样了，又就丰富多了。很干很干的笔，我再蹭上的，实际上是很有力度的。有时候需要马上蘸，有时候需要半天不蘸，有时候有一次好多好多年前了，跟周思聪在一块儿那个画画的时候，他就看我画这个，我半天没蘸，半天没蘸颜色，画画画画一直画到哪个地方就干的使劲往上蹭了。哟，他说你这么长时间不蘸颜色，把笔都用干净了，把笔上的颜色用干净了。我说是啊，颜色多的时候跟颜色少的时候它效果就是不一样，该虚的地方就使劲往上蹭。笔转着使，把笔上的颜色都使干净。我就看有的同学画起来以后，一会儿蘸颜色，一会儿蘸颜色，然后都一个色儿，都一个浓度，都一个水分，都一种干湿，那不就平了。
在这时候就练春带擦了。有时候这笔上没色了以后，我放那个比较湿的地方，它又沾上点水。他就要他这个毛毛的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就需要叭叭很强烈的，小短笔一点点逗我在这儿，他也还是每种笔法都是挺有味儿的。你看看那个任伯年去画那个羊，那个羊毛一根根的那个丝，那个小小小的那个尖笔在里边，有时候任伯年那长线哗特长，但是他画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在里边小笔在这儿逗。所以用笔的变化，用笔的变化美，在一张画里边还是要随时注意的，因为这是你的武器，笔的表现能力是很重要的要素。它的杆儿在这个画面的审美上它很重要，这些地方可以虚接，没有关系。接的太实了，反而倒僵了。在生活里经常这个花挤到后边去了，它就是歪着出来，它就是这么出来了。所以把它这个姿态要画准，我经常喜欢这种把叶儿画硬，然后用勾填的办法。把这个比较软的、比较有变化的、有姿态的这个花型给它衬出来，用比较勾线的、甜色的这种办法把线来勾上。但是线也可以勾的并不是纯线，而是在画。这种叶子还是挺硬的，有时候造成这种强化它的一种感觉。这种勾法又是一种勾法。
想想他的事。要跟这个梗有一个交叉的事。这两种笔法的美跟这个笔法的美凑在一块儿的时候，也结合好了，肯定很有意思，比一种笔法要丰富的多。叶子也是有结构的，不是那么软乎乎的。菖蒲花看似这么嫩，它可以顶着雪出来，它也是很坚强的一种植物。你看我这个笔在转在捻，稍微干一干，再上颜色，也还是要上赭石的。这个赭石就不是勾，完全勾边了，它要解决好多问题，解决这个画面的复杂，这个色彩的感觉，暖，新旧。也就是金旧，还有斑点光。当期下手风雨至。笔未下是气一吞呢，这又是一种涂色的方法，不是平涂了。紫和黄是最强的对比色，这个绿怎么变化都压不过它，不要紧。画面做一些色彩上的调整，布局上的调整。
画多了以后啊，你就要变着方法画了。技法是人创造的，技法是从生活里边创造。你对生活有了感受，生活有了体验，你要表现你自己的新的感受，你必须创造你新的表现技法。古人创造了非常丰富的表现技法，但是我们只学习古人的技法是不够的，必须到生活里去创造。你创造的得到了生活的检验，然后你的技法才算是被大家承认，那就是你有了贡献，你有了贡献。所以不断的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创造新的技法，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创现适合于当代的一种新的审美观念的表现形式，是我们在不断练习技法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环。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